买了我们的美食消费券，我们就会送你一个小风筝。那你买一张就是送一个小风筝，买两张就送两个小风筝。那你如果用现金在现场购买的话，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送你风筝。所以呢，既然大家在这边吃午餐、吃晚餐，我们一定要请大家务必早上九点钟先到大会服务台来抢我们的美食消费券哦。买到了之后呢，你可以慢慢的在我们的现场啊，两天都可以来用。我们活动期间两天的美食摊位都可以用这个消费券，还可以免费把风筝带回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另外呢，我们下个礼拜六时间是从早上10点钟开始有表演，一直到下午的5点。